范乱，你先，杨老你先来，不是你先吧，毕竟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。哎呦，留给中国篮球的时间好多哦，上到教练，下到队员都参加综艺了。哎。我们上综艺不耽误训练，这太低了，这太低了。你们，你们训练跟上综艺似的，这个不都闹着玩吗？啊，再说了，你们没上综艺训练出个啥呀？冲出亚洲了吗？怎么没出亚洲？我还打过一次世界杯呢。你都没有进过国家队，我觉得国家队做得对。哎，你那届世界杯也在亚洲办的，不也没算冲出去吗？那你的意思在亚洲办不是世界杯了？你别管在哪办呢，这么多年我就进过一次世界杯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可别提那届世界杯了，上去连输三场吧。哎，进过球没？没，没有吧？哎，我就不明白啊，说踢足球的，哎，门大球小人还多，你咋就不往门里搁呢？原谅，篮球教练，外行话，那个球门是大，但前面还得站个人呀，有守门员呐。人家也是国家队的，国家队和地方队不一样的。你是知道国家队是有多厉害啊？哎呦，我确实不知道国家队厉害啊！你踢的都是啥国家呀？你们不说、啊，我还不知道这些国家队这么厉害呢。你以为我知道啊？我也是第一次碰到他们啊。也是。别拜了啊，咱篮球啊不犯足球，哎，让观众投票吧，觉得谁说的漂亮就投给谁，当然也可以直接投给长得漂亮的啊。他说啥？老铁们，给郭子豪的队伍投票。